把这展示咱们国家的国民养老的院所，毛主席的一号是我们的这个云顶山的这个云顶山，咱们的云顶山，远远的看这个塔好像是在云顶上来的，是在云顶山上，这个是咱们建园的建园的塔，咱们建塔，咱们建起来就是来过一个地方过一个地方，对吧？其实它是在外面，是在外面，而且这边建的山也是能看见山，燕山山外和嘉兰山的一个山，现在是天不好，因为它是一天，这个如果说晴天的话，一般太阳的这个太阳的这个余晖照射的这个对面，就像是放着光芒一样，就是我们北京有很多人在这个山上放光芒，它对面就是这个颜色不一样，这个是这里是这次回收是红红随亮打了有进去延伸大理，水里面。其实夏天这边非常漂亮，全都是荷花，盛开的荷花。因为现在特别流行荷花，太阳荷花。就把空调